哦嗨哟，皆さん，欢迎来到六的频道。看到六今天的装扮，大概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了吧？因为我前一阵子就一直非常的期待我们这次丢啦啦啦的合作。那第一弹的转蛋呢是地人，第二弹终于看到我们的平和岛进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合作转蛋里面呢，这一次可以抽出的是进雄、赛门、跟汤姆、跟小倩。而且全部是 level max 跟 bug 值5的情况转下来的哦。那这边可以看到，它是 step 式的，所以它就是有分晶石一颗抽一次，然后跟到35颗是全部保证4星以上，以及合作限定角色保证1只。希望我可以尽快把它带回家啦，因为每次在我们的合作关卡里面啊，其实你只要带特定的角色去，会有特殊的对话，所以希望我今天可以示范我们的对话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那看一下我们池袋最强暴走的进雄，他的技能是将红色色珠变成一个黄色爆弹珠特大之外，蓝色跟爱心会变换成黄色色珠，以及自己的点按次数增加一回合。 C 珠的部分则是对单体造成特大伤害，以及 DRR 角色的攻击力提升。那另外呢，他的备用技能是可以巫师保护破坏色珠，这个我最近超级需要。好，那这边看到其他角色赛门还有汤姆以及小倩，其实这些角色呢都是有看这部作品的玩家们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虽然我没有这种 bartender 酒保的服装啊，但是我也很努力的搭配了一个黑白的类似的衣服嘛。那我们就赶快来抽，能不能抽到进雄呢？这个，白，到底玩家们怎么单抽出来？我之前听到有人什么单抽，而且是阶段式强化，可以什么直接9颗晶石3颗都抽到，我真的觉得太浮夸了。你们那里怎么抽到的？可以分享我一点小诀窍吗？拜托，请告诉我一点小诀窍。进雄，你在哪儿？去旁边去，屋里尔去。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Step 3第三个阶段，这边来到35颗晶石，是10连抽，能不能直接带回家呢？这个新的出来的是是小倩，小倩，好啦，小倩是很可爱啦，她是。就他们里面那个黑道，太多只小倩，他们里面黑道的女儿。然后出来的是汤姆，田中汤姆，有没有进雄啊？啊！各位观众，是只小倩。再来是50颗晶石，来到 Step 4。有没有？不，这个彩色是一颗，不是你啊！但是我发现，等一下小倩有点多，等一下这个又是一个反击的，这边是加几倍哦 ，Step 5是加几倍啊？有。这个没有踩，这个危险。啊，他每次等一下，小倩太多，小倩太多。在我们刚刚不知道抽到了几只小倩，然后还有爆仓之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 step， 已经是5倍喽，到底能不能？为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的特殊对话。拜托啦，你不要这样子啦！啊，哎呀，我们小倩又出现了。等一下，我们的彩蛋到底去哪里了？又没有。都这样子了啊！我又按下去了。我按下去了。
妈呀！哎，终于，有没有啦？钱包要哭泣了啦！哎，等一下，这是你哪位？我是不是把我的运气都分给了大家呢？啊，是卡卡西。好，这个到底是哦，是赛门？怎么是你？好，小倩。再来已经不知道到 step 几了。总之呢，后面都是五倍了嘛。好啦，最后的金石也给你了啦。因为这个不能用单抽，因为最近有一些玩家跟我说，好像单抽比较厉害，还是因为你们真的有讲话的人都是单抽呢？都五倍了，靖雄，到底你在哪里？男的，很像，克林姆，别闹了哦！汤姆，哦，我好多汤姆。好多小倩，超级多小倩。哎、欸，那个心都会有点，就是吓人的、欸。我该不会这都把运气分给大家了？哦，吱吱，哦呵呵，请大家把吸走的运气还我一点。虽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啦，可是还我一点啦，拜托，好不？那到27号，如果我还有金石，再来抽抽看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丢啦啦啦无头骑士异闻录转蛋。不哭，那没办法为大家展示这个关卡的特殊对话，有点可惜。不过还是谢谢大家观看这个影片，想要看到更多六的影片的话，别忘了赶快订阅六的YouTube 频道，以及帮我们按个喜欢。那大家下次见咯，拜拜。